还愿尽香醉啊。
请恕罪，恕罪呀、啊！不必多礼。华太夫人，请上香。你真系靓嘅啫，小姐啊，点解你总唔睬我嘅啫？求神，求神，诚心啊，拜跪来求良缘，同小姐你坐坐伴，灵山邂逅奇逢遇，书生痴心。小姐老容款难免，你溜得
心看流了数月，你省下貌面和无怨噶。哈，你都算命地好的啵？嘿嘿，麻麻地啫。哼，不好。狂风浪，无光。
我哋缘分成啊飞天啊，酬神结得富一面啊缘。我呢支箭啊，住张箭，也共那歌片啊，共那念。你为人只有礼面，系定啦。小生彬彬有礼，仗义为怀，廉洁至慈嘅。小姐，哎呀，你以为我赞你吧？你话我重礼如廉咯，都仲唔系赞我？哼，我话你无耻啊，蠢材！吓，乜你真系咁样话我啊？哼，咪系似时间啊，行大变。我相思几可念啊！我誓要死，心中的愤怒可难免。啊，你面发那红啊，如嬲一个样越甜。啊，你真可以，歌情总啊情怀难变。爱我才貌相全，共共勉。好姻缘丝牵红啊线。哎呀，仲懒起身？你唔应承我，我点都唔起身。睬你都嘥气。小姐。我争啲忘记问你贵姓名添，唔知好放手咯噃。你唔讲我点都唔放啊！嗱，你再唔放，我卖俾你噶啦！小姐，夫人叫你，嚟啦！哦，我知啦，不原来你叫做秋香啊！柳眼窥人千般厌，佢回眸一笑把情全啊。流才子风流梦，但愿意中人意中人啊。同我想下办法至得。你一定要帮下我啊！点帮啊？哦，得得得，冇问题。
好啊。哦，未来是你，知不是我咯？你回来啊，秋香姐，这树除了我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跟你解签的了，坐低呢。这支签是问什么的？老爷的福星签。哦，国子而祝寿上签来的，他说名华富贵百字千书好极了。那这支呢？文家集。文家集风送藤黄河，好签好签，他说全家安宁出入平安。那这支呢？文字新。文字新啊，哎呀，恭喜小姐了，这支签啊举满齐眉，恭喜小姐今年会鸿运升到，不用几耐你就嫁得一个如意郎君，夫妻恩爱幸福无量啊。夫人啊，你都听到晒啦，你知呢是你的自身签嚟噶，你话你鸿运升到今年就要嫁人喎。云长，乱讲。我哋上船啦！知道。相公，系咪嚟叫船啊？哦，大叔，你有冇睇到只官船啊？官船啊，啊去咗好远咯，去咗好远啦。系咯。哎呀，大叔，唔该你撑只船同佢追下得唔得咧？哎呀，唔得啊！我每日呢个时候都要吓翻阵嘅，对唔住啦。咁啊，不如咁啦，我俾多二两银你得啦啩？二两银啊？哎，得得得得啊！等一下。啊，坐稳船啦吓，好啊，开船。上工啊。
你好兴同人哋改名嘅，我又点识同人哋改名啊？仲话冇？头先你叫我做咩话？哦，周子啊嘛。周子啊？周子即系称呼啲撑船人咁解、哦。我又点知道你叫咩名啊？哎呀，相公啊，我冇名噶，人人都叫我做撑船大叔嘅，不如你同我改翻过嚟。哦，同你改名啊？系咯。咁想唔想发达啦？边个都想发达啦，咁就叫米田共啦。米田共啊，好唔好噶？哦，有米有田，你想唔发达都几难啦、啊。系、哎、有米有田，好啦，咁我就叫做米田共啦吓。系啦，米田共啊。啊，你识唔识唱歌呢？唱歌啊，唉、哎，大声夹冇准。哦。大声啊，大声就啱啦！嗱，而家我要你唱歌、哦，一直唱到只官船岛。哦，但系每一句歌呢都有秋香两个字，哇，越多秋香就越好。嗱，每一句秋香我就打上一分银俾你，有冇本事赚啦、啊？哎呀，一句秋香一分银，几大都赚咯。咁你就唱啦，你又听啦噃。为君秋香，春的寒宫香，可爱秋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又话时梦境秋香，你入罗帐，我想秋香。每日千万趟，时时意中想神魂，又似天堂。秋香爱食之姜，我情缘转那行，翻归啊行中之姜。我的老婆话要娶秋香，秋香你在哪方？叫得声大人流汗，秋香啊秋香，我犯大狂，恨秋香闹秋香，太无心肝。怀念秋花香，我就爱秋花香，为人啊秋香大声高啊呼。秋香你在哪方？可爱秋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哎呀，喂，秋香姐，秋香姐，是我啊。哎呀，秋香姐，今次仲见翻你，乜又系你呀、啊？知唔系我咯，秋香姐。冷月嘅可一有一次寒，助我破情日梦，百里醉舟，有一心一分怕浓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！乜你淋到好似只落汤鸡咁，你都抵得嘅？哎呀，大叔吓、啊，你唔知啊，佢向苦忧山对我一笑，一笑喺菩萨面前又对我一笑，如今佢又对我一笑，
得，摆明佢一定系中意我嘛、啊。我一定要想办法亲近佢至得。哎呀，相公啊，乜都好啦，你换件衫先至上去追都未迟啊。系我嗱。你未记得俾钱啊？春经验情千丈啊，三笑留情铭心上啊，令我的梦啊中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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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叹我心啊声，用我定到那花堂，将妙计上啊啊，风流至上。情深一那往，千方百计亲那近那啊，红啊啊。为表上啊，旁人啊欢喜，有心马郎又何惧他啊？
尽似活娇姿，令人痴心望啊想。为解相思孽障，定要醉到啊红妆啊。咁大声做乜鬼啊？咪吓亲我至得噶！哎呀，咁早你头耷耷咁，有咩心事啊？哎呀，咪同太师玩过书童咯，佢又话要读过书嘅，仲要识多啲字嘅，真系几难玩咯。又要读过书嘅，又要识字嘅，咁又几难玩噶、啊？咁慢慢玩啦、啊。大哥，问得你华府想买书童，唔知我做得唔得咧？你呀、啊，系啊。哦，咁你识唔识字噶吓？我都读过啲书嘅，今次寻亲不遇，翻唔到乡下，请大哥高抬贵手啫。哦，好啦，咁我即管带你翻去见太师。睇下你嘅运气啦，谢大哥，跟我嚟。有请太师。请何事啊？我竟然找到书童昏迷了。哦，你愿意到我家中做书童？愿意啊，老爷。那我来问你，你有没有读过书，识不识字啊？略晓一二啊。哦，你略晓一二，我问你，你识不识对对呢？识少少啊。好，咁我出对对俾你对，睇下你对唔对得出嚟。太师，请出题。嗯，三阳从地起。太师，奴才谂好啦。嗯，五福自天来。唔错，唔错喎。好，我再出一对俾你对。嗯，君因臣衰暴，父业自当成。哎呀，好句好句，哈哈，你唔单止文思敏捷，而且言语通顺。好，我就俾五十两身价银俾你，你即刻写翻张卖身契过我。嗱，以后你个名就叫做华安。服侍阿文阿武两位上公读书，阿明再带佢入去拜见夫人大少奶同埋二少奶。知道，太师华安告退。呢一位就系新买翻嚟嘅书童，叫做华安。老爷吩咐我带佢嚟见夫人大少奶同埋二少奶嚟啊！华安拜见二少奶。得啦得啦，
我就叫华安啊。哦，你就是华安。是啊。是乐平，你出翻去先，等我带华安去见夫人和大少奶奶。知道。瞒同你讲，嗱，我不愿意咯，只不过系为了八个字啊。八个字？边八个字呢？就系腋下洞庭，河开水电啊。腋下洞庭，秋，河开水电，香。哎呀，原来你是为了秋香啊。表姐，不愧是书香世代，一讲你就明了。哎呀，表弟，奇呀奇奇，两位相公读书啦，多谢夫人。秋香，夫人，带阿华安去书房见过两位相公啦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嘅新汤你已经炖好噶啦，我要去除
回房啊？哎，带咗佢去先啊嘛。哎，夫人啊，真香佢唔得闲，不如我带佢去。食闹，你都明知嗰两位相公唔中意第二个人入佢间书房噶啦，你就无谓去啦。哦，秋香，你去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告退。劳烦秋香姐。行啦。老师啊，咩龟鹿爪啊？咩假龟鹿爪啊？哎呀，你两个
走走，喂，阿差，佢同我望埋啦，差香。
啊，石榴姐啊，其实你都唔使咁啊嘛，其实我个心都。啊，知唔系？不过夫妻一世流流长，点都要夹下个八字至好嘅。啊，你今年几大啊？我今年就20岁，你呢？我都系20岁。啊，你咩时出世噶？我2月19。你呢？咁啱嘅，我都系观音诞出世嘅喎。啊。你咩时辰啊？子时你，哎呀，真系啱啦！我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你想点啊？你想唔做我嘅老婆啊？都几难啦、啊！系啊，真系开心死我啫！哼，春夏秋冬佢哋成日都吓我，话我嫁唔出去喎、啊。两位上公，佢文思大进，不枉我一番心血啊！全凭黄老师栽培之恩。阿文阿母，你两兄弟听住，阿爹而家出对队俾你两个队。啊？阿爹啊，你又要对队啊？嗯，听住，十口心思。诗家诗博诗写清，你吓死啦！死啦！死啦！诗诗诗，阿文，莫问我，嗰对同我冇马，快嚟同我冇马！阿大龙，阿文，你两个唔好嘈，一个磨完到一个，同我磨呢？好对，好对啊！阿爹，我都教你啦。嗯，你又念俾阿爹听咧。我又念啊。嗯，好。八八目上上上光上热上上啊上燃烧。八目上上上风上热上燃烧。哎呀，唔错唔错啊！阿爹，老爷，哎呀，我望到我哥先。老爷啊，佢两兄弟嘅学历大有进步，黄老师嘅功劳真不浅啊！不敢不敢，你两兄弟听住，而家老夫再出一对深啲嘅俾你哋对，若果对得到嘅，老夫重重有赏。哎呀，阿爹啊，你心就好空啊！两位上公，所谓一里通，百里明，又何足惧哉呢？你哋老师讲得啱，
你哋听住，听住，听住。阿童阿姿，阿贱阿卑，阿落地。磨马啊！慢啲，慢啲，慢啲。老我磨，老我磨。阿华安啊，大佬，呢次轮都轮到我啦啩？华安，老我磨，阿华安。你哋争乜嘢啊？讲到一个磨完到一个。系。同边个磨先啊？华安。假大头。敢唔敢同我比试比试啊？如果老师
要在下咁做嘅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好啊好啊，老夫最喜舞文弄墨。咁啦，我俾一炷香嘅时间，出一对对，你两个对嘅而分胜负，未知以下如何呢？遵命，遵命。日丽，点香。你两个听住。九上山，山蛇六臂三九脚，山九上山，山蛇六臂三九脚，对到未啊？系啊，太师啊，你出嗰对对头系绝句嚟嘅，我睇我哋两个都对唔到噶啦，不如算打和咧。回禀太师，奴才做好就对好啦。好，你念太师，请听。山九上山。山石碌跛山九脚，水牛过水，水深浸过水牛头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嘢呀！惭愧难当啊！为诗人敬仰，居然话我教子无方，唯有而家饭碗打烂回乡望啊！系，我执埋行李啊，返家乡啊！才疏学浅，唔能够做西宾，就系咁先啦吓。诶、哎，老师，系咁先啦，系咁先啦。老师啊，诶、哎，老公啊，老师，阿唔使送我，好贵哦。华安，在由即日起，你改任西宾。教导两位相公读书，如有成就，老夫重重有赏。谢太师。春眠不觉晓，春眠不觉晓。处处问题了，处处问题了。夜来风雨声，夜来风雨声。花落知多少，花落知多少。得啦，你两个唔使读啦，去食晏啦。哦哦，唔使读啦，啊唔使读啦，系啊，阿哥，阿哥系成啊，唉，攰死人，阿哥系成啊，秋香姐，得我帮你啊，唔使，我自己得啦。
咪左手左脚。秋香姐。我半生半人来见着你，你也可知我情人一张眼色。秋香，我为你相思，秋香不要负我情我意，我时时怀念你，天天都想你。送一赠你，我不要。秋香姐，你咪赖手赖脚啦！一阵俾人撞见有乜好睇啫？嗱，你快啲坐低食嘢，一阵我至入嚟执埋啲嘢走啦。嗱，秋香姐，嗱，今晚三更，你记得去后花园度，我有好多心事同你讲啊。你放手先啦、啊！你唔应承我，我点都唔放。好啦好啦。大相公。哎呀，我揾咗你好耐啊，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啊。大相公，我好唔得闲啊，一阵先算啦吓。哎呀，你等等先啦，等我讲俾你知先啦。我满心呢忍呢见呢着你，我话依家唔到知，我同人你都冇话情也知，秋香我为你痴痴，秋香不要怨我情无义，我时时怀念你，我天天都想你噶。我有好多事想同你讲啊！我唔得闲，叶相公嗌我。你嚟啦！你记得要嚟嘛？记得啊，记得啊！哎呀，阿七，乜嘢事啊，叶相公？秋香姐，乜你同我大佬嗰度讲啲乜嘢啊？我同大相公讲嘅嘢，又点话得俾你听嘅啫？话唔得俾我听啊？秋香姐啊，我又有好多嘢同你讲噶喎。你想讲啲乜嘢就快啲讲啦，我好唔得闲噶。阿妈，等下。不过我话你知啊，千祈唔好同人讲噶。咁你就讲啦。好，我满心欢欣都见着你，我心机会怎知？我为女孩情痴，秋香我为你相思，秋香不要瞒我的情和意，时时怀念你。今晚喺花园等候你啊！你等候我乜嘢啫？秋香啊，其实我仲有好多嘢都未同你讲噶。好啦好啦，咁我走啦。慢住，哎呀，秋香姐啊，你一定要累噶喎。得啦得啦，我走啦。秋香姐啊，其实我都唔相信我要同你，我要同你。点知？勾个手指。哦，
好啦。嗱，系啦嘛。哎呀，老啦，走了。哎呀。
血啊！想捻化我，好彩我唔上你嘅当。今晚你点都走唔甩啦。你想点啫？秋香姐，我有好多说话同你讲，你坐低啦。秋香姐。臭唔认啫嘛，你真系异常天开啦，秋香姐。哎呀，我死
呀，今晚月色咁好，我瞓唔着，出嚟赏下啲花啫嘛。啊，而家冇咩事啦，我走啦。
我知道你嚟，专登帮佢哋食晏啫嘛。你做咗越嚟好啦噃。阿香姐，其实我咁做，无非系为咗你。喂，你咪行埋嚟啊！我大声嗌噶，仲坐低食嘢？我食，我食。是啊，是啊。为什么这么像两位上公的？就是他们啦。哦，原来你当两位上公是禽兽。就算你仲不死，等我话给夫人知知得。差香姐，差香姐。夫人。差香姐。华安，你将两位相公的话画在雀仔度，你是不是当他们禽兽啊？夫人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。其实我画呢幅画，无非是想赞下两位相公嘅啫。你赞他们？夫人啊，头上都未提丝。难怪你雷霆隆隆啊，看你都是人知都人了啊，我口中的淫诗句凋零战下见功啊。第一句是好事，好事来我春香，莫非错怪了华安，原来这何为他夹子是何意义？夹子传书见阳公啊！错，华安，乜你赞得我两位相公咁叻嘅咩？夫人，其实两位相公得天独厚，如果假以时日，一定前途无可限量啊！如果将来佢两兄弟有才华嘅话，我一定重重咁打赏俾你。多谢夫人。夫人啊，点啊？你唔好信佢啊！点解呀，夫人？秋香我咩话？磨墨啫。哦，系咁，秋香，你又同佢磨墨啦？知道啦。
嗱，你画完观音像，我就会出嚟噶啦吓。阿香，无墨啊！画好啦，请夫人过目啦。唔使请啦，华安，乜你咁快就画好噶啦？请夫人过目。等我睇下。哎呀，画得唔错唔错。咦，乜呢个观音好似秋香咁嘅？秋香啊！过来睇下，咦，真系好似啊！夫人啊，其实观音似秋香，冇咩唔好啊！嗱，观音大发慈悲，普度众生；秋香又咁好人品，夫人你又咁爱锡佢，你挂咗幅观音像响树。咪即系秋香，时时陪在你身边一样。阿华安啊，你真系会讲说话噶啦。夫人，秋香啊，收起佢啦。华安，嗱，我打上两银俾你啦。多谢夫人。香姐，等。银系打赏俾你同我和睦嘅，唔要。孔立兄，远教好耐喎。你在华府做西宾做得好得意啦嘛？唉，唔好讲啦。点解咁好会翻乡下闲下嘅？仲讲添，我已经辞职唔做啦。点解？唉，佢嚟咗一个书堂，似住有几分鬼才，当住太师嘅面话我教导无方喎。吓，咁可恶！点解你唔教训下佢啊？系咯。我啱啱想教训下佢啫，点知？点知老猫烧须咧？咪就系咯。咁可恶！咁嗰个书童有几大啊？佢啊，大概廿岁到啦。叫做咩名啊？佢叫做华安啊。华安。哎，我唔得闲下，失陪失陪啊！唉。
招呼啊问愁，朝阳帮啊怎话官啊苦来壮西啊问，不人啊孤皮将衣紧啊，我儿高华下重靠啊皮。三位江南才子大驾光临，有心远迎，望其见谅啊！岂敢？系咧，未知三位大驾光临，有何见教呢？近闻贵府请嚟一位书童，叫做华安。华安，系啊，佢系我府中嘅书童噃。系，我哋听讲佢文才出众，所以顺道嚟探访下咁嘅啫。三位贤弟太客气啦，区区一个书童，何须如斯礼重呢？华安，出嚟见下。系咧，你哋江南四才子，点解唔见唐伯虎呢？吓，唐伯虎佢点啊？阿太师有何吩咐啊？华安，你嚟得啱啦。呢几位就是江南四才子，呢一位就是祝枝山。那位是文精明，那一位是周文斌，快点上前见过三位上高。哦，华安，拜见三位上高。有来有来，你我就是华安啊。哦，乜原来就是华安。幸会幸会，是的，三位贤弟。头先讲到你哋江南四才子，点解单单唔见个唐伯虎呢？太师，佢近来未到神得识嘅下坏人，皆因你为女人。去为女人，我趁你共到府中探你，去听一下周头云，我地替佢担心，只是丧失神地云，两手都难。后生仔多数都是这样的啦，阿华安，哦，你都是啊，要时时警惕自己啊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三位贤弟，老夫要入后堂片识得时，华安，你好好招待三位上公，三位请啊，太师请。Ha ha!
这个太师真的鸿福齐天啦，竟然请到个假员工做书童。佢个仔啊，唔想中状元啊，我睇都几难啦。祝老兄，点解响太师嘅面前咁嘅辱我啊？冇，仲话冇？冇，你哋胡话言乱，人来嘴咒，内心好实啊，情意啊狂人，我哋挂住你嘛，完全为你。今天三个难来探访自寻，秋香三少令我叹尽为君真情为他，受苦受难我都为甘心。有啲咁奇嘅事，秋香天地寒幽。大哥为咗个丫鬟，竟然作践自己喎！有人进入化虎去，心知盼考书功发长无人。我睇以你嘅练书才能，早就得到手噶啦。上司有望情人能相见，真可叹喜欢总冇机会谈心。你竟然无法施其技，真系可笑啦！就想借助你计谋和巧计，又是我枉相思更为情困。乜话？要我同你谂计？放下啦，祝老祝。千祈唔好应承佢啊！唔好应承佢啊！点解啊？除非你喺我哋面前靠三个响头啦！三个响头啊？得得得，咪话三个啊，三百个又点啊？王兄，不必多赖，咁都制我。自问老中一向帮助人。话你知啦，拎正衣卖泥，今趁票包你温阵，如此包答好计划，秋香胆我亲近，故意卖泥，咁咪 OK 咯？感谢竹卿帮助。原步犬马之路啊！唔使，只要你唔忘记我哋呢班朋友，咁就 OK 噶啦。点会咧？点会咧？错啦！我哋有事在身，就此告辞。奉送。太师，华安，何时相请啊？太师，奴才想赎身出去，请太师开恩。哦，你喺华府做西宾，做得好好嘅，点解要赎身啊？系咁嘅，其实祝之山今次到嚟，就系想请我。去佢祝家做西宾，教佢啲仔女读书、哦。诶、你去祝家做西宾，喺我华府亦系做西宾。试问老夫并冇好代傍你，何故一定要去啊？太师，感谢你对华安一向另眼相看。不过祝相公佢话我年已约半，尚未成亲。
佢话佢足家婢女众多，话又唔由我选择一个做妻房，俾我早日成家立室喎。就系咁啫，系嘛？我华府何尝不是婢女众多？你可以任选一位作为妻房啊！感谢太师恩心而后，我愿步犬马之路啊！哦，咁样你唔去祝福啦嘛？唔去啦，唔去啦。上去
看看边个喜意，你选啱边个就话俾老夫听，老夫替你作主啊！谢太师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老师，不吓你眼啦！嗱，春花香，又话春一年，佢认真有人识得。你自己上去再认真睇过，睇下边个啱。去啦，谢太师。呢个好啊，笑上，笑啊上，又怕难忘上。我好啊，千年千了比是大夫人啊，相呢个眼呢用啊靓，但系面啊样衰，点可以共啊罗帐？呢个景啊潮啊气，见啊风顺。可惜怎么话被人凉，你个脸女似花儿，可惜梦大一些梦难忘，你一那位的上吧我不错，青丝他是我所中的这位大姐像蜜糖，装饰扮得影一在旁，哎呀，就生坏破口，像血满大口，去定啊边识啊狂浪，这个名啊笨啊心啊长。衬托着年数伤，可惜不得中一寸，未歌得三寸弯样。呢个钱贵过有旧物欠的你，但系唔系当次受伤，睇一真。你也因一位论上都理想，可惜他又乱中，我亦无话为何，有一些流行情，他用语还用诗，山灯真系碰得上，哎呀，从。怕咩佢难过命长，虽然有风也无命长。呢次失踪要啊点秋香，可惜仲未啊遇见到秋香。我内心啊沉啊涨，又怕梦中人啊计。
令我难下气，未见秋香到嘅话，太师，好似你府上侍婢都仲未出齐喎。啊，你唔系敷衍我啊嘛？仲未出齐。阿平，在，你要睇下是否尚有侍婢还未出堂。知道。禀太师，夫人话佢侍婢秋香身体唔舒服，不能出堂候选啊。老夫言重如山，又焉能言而无信呢？你快去告知夫人，叫秋香快快出来候选，不得有违。知道。是阿妈的贴身真儿皮，佢又家又唔舒服。你两个嘈乜嘢？企喺度。系。系禀太师，秋香出堂候选啊。选中佢啩？太师英明为雅，先得我心。其实华安喜欢嘅就系秋香啦。好好好，你两个都算得系佳人才子，天生一对。阿平，在，你禀告夫人，叫人打扫西厢，张灯结彩。华安与秋香即日成婚啊！知道太师啊！
秋香如偶然，春香不谢，解千我仍为爱秋香。其实你都知道我的心对你是点的啦。
怕攀着。好啦。
生点解要搞成咁啊？你问佢自己啦。哎呀，秋香。何罪之有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卖身到华府，目的就为了秋香。哦、如今我丧缘得偿，我想赎翻张卖身契俾我。我上京服侍，不才在圣堂明白府啊！啊啊！你就系解元公太师。佢就系我哋表弟啦！哎呀，既然如此，咁你呢张卖身契，我就万万不能让你赎翻去啊！哎呀，点解啊，太师？因为呢一张系你唐解元嘅墨宝，
这个世上不会再有第二章，我要留下来作为纪念啊。谢太师啊。